Hello，欢迎回到 WGO APAC。那我们经过第一场的轮流，我们应该可以很开心的，可以认真看第二场比赛了。那我们刚刚也看到很可惜哦，就是Horseman 对上 DCZ 的比赛是2-5败下阵来啊。不过也是，当然有人讲啊，就是当然留在前八就可以打第二轮，第一轮就是假的。但是我是开玩笑的，就是身为选手，你一定想要赢比赛嘛。对，那当然了。对，那就是第二场联赛是将会是，大家看一下。第二场 Big Gaming 啊，不，Coinbase 对上 Tim Buffett。对，那我们哦，的一这个，两个都是韩国的队伍呢。对，这个是来自于韩国内战，跟昨天一样哦，也是有一场韩国的内战。那 Coinbase 今年的一个状况相当不好，因为他们一个程组员几乎都换掉，然后只剩两个之前有打过比赛的，也不是最早期的 RT 的一个人员哦。那 Tim Buffett 的话，也是一直以来都是在韩服这边。跟 GoBase 应该说被 GoBase 跟 Alate 压在底下打的这个战队，那这一季因为是亚服跟韩服一起打比赛，所以我们在赛季里面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精彩的一个表现啊。是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 GoBase 的这个选手名单，好像只剩下 Red Bull 是我认识的，啊其他的对，好像都换掉了，可能啊 Hina 好像也是原本的样子。Hippo，然后。Hippo。其他好像就真的都是换掉了，那我们也是跟他们稍微聊一下啦，因为对于 GoBase 来说，当然遭从天堂掉到谷底的感觉是很差的。从 Arte 然后打比赛，然后打的还在世界大赛没有打得很好，回去之后做了 Arte 跟另外一队的整并，变成我们后来所熟知第二连霸哦，第一季是他们先赢嘛，Arte 先赢。那后来有 EO Gaming 加进来之后，他们做了一个整并，变得更强的 Alate，然后后来又变成 GoBase，就是连续打了两季。第三季的这个第二季的 GoBase 就是已经换掉这个 Calcif 的这个状态就没有来得那么好，但是还是有打进 APJC 的决赛，但那个时期就 EO Gaming 会来得更强一点。那当然后来也是。受了职业战队的赞助之后，后来又被抽掉这一个赞助，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改名成 GoBase 啊，就是可能不是心情不是那么好吧，或者是也许也会也跟 Horseman 一样啊，也会遇到这个升学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所以就可能只好就换了很多人员这样子，因为还是保留在黄金级嘛。是，当我们这一季就是有改动啊，就是如果你这一季跟下一季人员名单超过好像是7个人吧，就是不能够用。同一个名额了，是啊，我觉得真的很可惜，而且这个我也觉得这是我们在 APEC 区啊，各个职业战队的一些比较可惜的地方吧，就是大家其实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赞助，就像那个欧洲啊，或者是 CIS 那边，他们的战队其实都很就是比较职业化这样。当然啊，跟这个生态也是有关。不过，是我们来看啊，这第一场赛事即将会在哇，其实刚刚这个 Luinberg 每一个选择配车已经出来了。对，两边的配车其实还蛮相似的，都有3台215B，2台的8洽25T。但在重坦方面呢，这个 Profit 是选择这个 IS7，那 GoBad 是选择113。那另外一台在八阶车的地方呢，一台选择1390，另外一台选择50100。500这边可能是进攻方哦，可能是拿来做进攻的益处啊，或者是说也有可能是拿来当掩体，五零一百拿来当掩体也是有可能的。掩 体，我们这边聊天室有人讲说，这个阿法的反光很强，这是圣光，你看错，那不是反光，是圣光。你刚刚是不是有开窗户之类的？哦，没有哎，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外面太阳突然变大了。是太阳的关系。对，没关系，这个我这个地方还蛮受太阳的关照的。哦，自然的太阳能。我把窗帘再拉紧一点看看，再调整一下。按一。对，或者是对，他看那个 webcam 可能已经超出它的那个反光的那个强度了。好，那也是，哎，阿法是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比赛。那还有下礼拜天也会是阿法嘛？对，没有错，刚好有这个机会啦，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看比赛，我觉得是蛮高兴的。是，因为这一季其实当然赛制上没有改动啊，但是对于一个播了3年的老人来说，也是蛮感慨的。比如说 PP Super Friends 也解散啊，
对呀、啊，然后两支越南战队各自有各自的理由，也解Immortals 也算解散了、啊。哎、欸，对对 对, 对，那就是一些老朋友，当然Horseman 有一些老队员，老队员也还在了。那这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季，有可能、就是、成绩有打上来的话就还 OK， 但如果不是如果我们预期的话，可能就会是最后一季了，因为毕竟其实选手也是真的辛苦蛮久的。那对于他们刚刚的这个败阵来说，我觉得也是需要做一些调整啊。当然群组也是有看到一些调整，然后小萌有看到在这个 Greenberg OK。他昨天想看欧后 ，OK， 好，那今天就是有一些问题，当然后面因为也是有人鼓励啦，就是阿杜也有鼓励，就是Twist的指挥官啊，有鼓励说啊 ，OK 啊，大家都已经打这么久，当然啦，昨天因为Twist输掉嘛，就是、心情不是很好，就一直安慰他，没关系啊，我们后面也是一路输过来的、啊，谁不是输过来 ？EU Gaming 也是输过来的，就是怎么样在打出的这种。氛围下面还是要认真的练习，我觉得这个是最困难的啦。对啊，对啊，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像是以前，像是以前那个 Batman， 其实就算是我们怎么讲耳熟能详的角色，就他有点像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 APEC 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了。对对对啊，就他们就这样离开了，我觉得真的还蛮可惜。其实 Immortal 也是啊，我觉得他们以前的这个打法其实也是真的是蛮有特色，就是一直冲锋陷阵。我还记得那时候他们去参加世界大赛的时候打的这个国外战队好像有点不太习惯的。是。好，那我们这个老人讲完故事，我们第一场赛事开始Team Poppy 对上 GoBase， 先由这个 GoBase 担任进攻方，Team Poppy 担任防守方。没有错，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这一边是。担任进攻方，看来他们是要往二号点位进行压制。那红色呢，目前是在布阵在北边的车辆是稍微多一些，那有一些呢是往中间右边的这个城镇呢是进行一些布防。哦，那边 Hippo 是留在原地哦，那这边 Hippo 的50100是没有跟着大部队往南走的，这是蛮少见的。有些人会利用50100，我们刚刚有聊到嘛，就是进攻方要去抢 K 0的话，要注意不要把自己的位置给铺在太前面的地方成为掩体。那50100也有人这样冲过，就是50100冲上去之后，让50100变成掩体，变成140的掩体。了解了解，这也是一种做法。不过它的用法不太一样。对 ，Hippo 这边的进攻是从中间这里进攻过去啊。哦，他要去停车格吗？哦，好像是弹夹车去停车格，这样好吗？停车格这个位置打得到城镇里面的人吗？EF 中线的人可以打得到。但是当对方要冲下来的时候，你会比较好打。率先吃了一颗，应该是他开的。是，哎呦哎呦，还不错哦。哥，打不到了，打不到了。对，这时候很尴尬啊 ，reload 了。对对对，这边也中了一发。对，这边三台车在站点，时间很快哦，40秒钟的时间已经倒数剩下23秒了。对，应该是马上就，哎呦。才215B 是顶上去，不是让对手过来做 reload， 不 reset。对，而且 B 这个 Kaling 的位置也是失掉了，那这边7秒，应该是可以 reset 到了。对对 ，reset 到一下。reset 到一下，但是损的血有点多啊。对，好了，看来他们是直接要往前冲了，往前冲了。差不多了，这样的一个血量算是有一点优势，开始往前顶住房子，应该可以往前打50100。这个嘲讽值太高了吧？派了两台车去收他，收完之后这边正面倒光啊。对，我们看到有点挤，后面这个不用摆脚啊，直接冲出去啊，各位。哇，这个真的有点凶狠啊。对，这如果是以前的 GoBase 绝对不会停在这的，有点经验上的不足，稍微停了一下，不过也还好，因为算是优势已经有打出来了。对，这边的 215B 是直接被 Larissa 给收掉。后面还有一台哦，后面这边好像从后面开始包过来了，哇，这边有一台八下直接往前顶，哇，在这边被挡住，顶住了啊，还是收掉了，哎，很可惜。对，这边直接往前顶，他的弹应该不够，没办法收掉。5B 这 DPN， 哇，这 DPN 应该是可以收掉这一台八下，是甩掉了，三台打两台啊，打的算是有一些惊险，没有错，我这边因为血量保持都还蛮好的，对 ，Tina 这应该是剩最后一发、啊，
是，哎呦，现在又变两台打两台喽。这周黑发搅的有一点太随便了，嗯，真的有点可惜。嗯，因为二打二的一个局面，正面这台西蒙娜可能会先倒，因为一三还是有一点扛炮能力的。是，上来拼 DPN 的，拼 G 三，往前顶，而且，哎呦，八恰好像在 reload 哦。嗯，一三八恰在八恰刚周黑发搅的很随便啊。嗯，哇，这边变成一打二了。虽然说旅路快完成，但是因为他没有把时间给把空间给让出来啊，是两发哇，再一发带走，但是四发弹药，对，应该换不赢哦。对啊，剩三发应该是打不死哦，而且 K 住了，完了，哇，这个惨，这个番茄酱爆了，哇，一发被带走，对，没想到最后是这样子把自己给卡死啊，为什么字卡换过来是错的？到底是谁赢啊？应该是 Epo， 应该是那个 Team Puffy 赢啊。对对，我刚刚是红色那边赢了嘛？对，红方那边赢。但因为结束的时候那个当下，你知道吗？就是他的字卡又反过来。嗯，我记得红方是 Team Puffy 啊，怎么又变成 Go Face 了？好，不管，以我记得为准。对，那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没有关系。对，就是偶尔我们的这个字幕哥会正常发挥。前面三周的这个比赛啊，就有一点习惯那个字幕哥正常发挥的问题。嗯嗯，对啊。那JJ觉得这一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我觉得正面应该是要赢的，就是这场 Go Base 应该是要拿下来。但是，我刚刚讲嘛，他们在转角那边停了太久，他应该这三台车直接上去包一台 2V25B， 然后一台13跟两台2E2E5B 嘛。他如果没有停顿的话，这个时间点。巴恰来的时候，这台二一五 B 应该已经倒了，所以巴恰来会变成是下水饺。是，所以你说这个经验会不会有差呢？我觉得真的是差太多了，就是了解，什么时候该往全部往前冲，然后什么时候该摆脚，这对于选手来说是需要经验累积。嗯，他们看完这一场的 VOD 之后，他就会去检讨啊，那是慢慢的经验累积，你下一次才会直接冲嘛，你才会知道从判断说 OK。你虽然说上一发开过，你出去会被打一发，但是你要抢这个时间的话，你就是要三台直接拉枪线出去，这就是经验累积。所以大家都是，我就说嘛，大家都是输过来的。你要在这个地方痛过，这个时候输过，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样不行哦。欸，人生不就是这样子吗？对，真的就是这样子，不断的检讨改进，然后想办法把每一个细节做得更完善。我觉得其实这都是每一场慢慢累积出来的一种心得跟经验。对，就像年纪到了，以前就会说啊，你这个坐姿不能什么翘脚啦，或者是盘腿坐啦，然后或者是让这个腹部悬空、腰部悬空啊，你以后背会痛，老人家都会这样告诉你，然后说哎，没什么啦，怎么会这样子啊？这样比较舒服啊。年纪到你就知道，真的会痛。但这跟比赛不一样，比赛还有下一场，人生没办法重来。对，真的哦，对，一定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那当然啊，第一场输掉之后，攻方输掉还算可以接受啊，因为我们上一场就聊到这件事嘛，就是 Lunenburg 这张地图真的是守方比较好打。刚这我觉得他们拉过去打50100的车辆都已经太多，两台车太多，你正面应该是要就是一个屌虐才对。嗯，但反而还是被打回来，那当然是一些细节上面没有处理好，所以算是相对来说是蛮可惜的啦。了解，这边你觉得蛮可惜。觉得那台50100的战术配置算是好吗？在那个地点，我觉得不好。通常是单发车辆，因为你远处要 poke 还是不 poke。对50100来说，你看一开场打了 RUOE 三发，开始 reload 的时间点快要 reload 完的时候，可能被抓掉，他可能缴出一发两发。这个时间我估计大概是这样子了。嗯，但那缴完之后，其实你再六发，你真的要说，你六发真的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吗？以前如果你藏一台 Open Track 100在转角的位置，它不会在停车格，但会在转角的位置，它有足够的伤害啊，因为它可以一轮带走一台直接车。OK， 那你藏在远边，不跟队友一起走 ，OK 接受。但你50100藏在那个位置，我觉得你倒不如上来吸炮也好，或者是人家不理你，就上去缴六颗，跟着自己的队友，可以瞬间换掉一台。就是这个是。我们在配车的时候都会去思考说 ，OK， 你的载制力够不够？那你最大的效用值在哪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打比赛的时候选择的配车哦，通常会有一些强势车手会拿出来用，就是因为这样子。了解，的确，
看来其实我们的 Go Best 是有多很多需要在进步的地方。对啊，就是一开始我们在检讨，我们自己在检讨这个细节的时候，都会讲很久。慢慢的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是代表你有成长。我们第二场比赛的配色已经出来了。对，没有错。我们看到 Go Best 这边是一台 i4， 两台 215B， 一台 Grilla 15，一台八恰，然后一台5051，一台那个 T50 Lite。那 Profit 这边就有趣了，这边是五台的113，再加上两台的 25TAP 啊。对，五台113是现在真的是很流行的一个这个配车哦，因为它的 DPM 输出够高，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它有一定的这个装甲跟机动性，机动性是可以跟得上中型战车，当然不会同步啦，但是它的速度不会来得太慢。了解，好像的确。在战车世界里面，的确有一些车子，有些重坦感觉比较像是中坦杀手这一类型的一些中坦这样的定位。对，中国魔改嘛，中国魔改会造成一些就是特殊的一个情况产生哦。是，那比赛这边也是开始了，我们可以看到红色进攻方这边是我们的，这边应该是 Profit Team Profit。对对对，那蓝色防守方呢，则是我们的这个。Go Best， 那看来我们 Team Profit 这一场是直接要往二号点位进行压制哦。我们看到五台113是全部集中在路口，应该是准备要一起往前进了。难道他用113直接去顶小城镇区，或者是他的速度应该不足以去抢 K 零哦？哎呀，好，冲了冲了冲了，看看他们要怎么样走呢？冲锋看这个位置是要从大概 G 号线转入到2号点位，然后一路顶到这个小城镇区。了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对，蓝色防守方好像在北边有一台车，那台应该是 Grilla 吧，我在猜。是不是啊 ？Grilla 在 B 零，然后重坦是 D 开头，对 ，S 四哦，在防守一号点， IS4、对，这边直接转进顶房子冲锋。哇，直接往前顶了，直接顶过来了。T 五十来 ，D 方没穿。对，阿杰斯也赶紧赶回来。我这边有台八桥。八桥亮出来，这边硬抓吗？我没有蹲到腿，很可惜。对，八桥跑很快，是直接逃掉了。快逃！对，这几台113也是直接压进了城镇区的附近。往底线走啊！是要从侧面要来了，底线带走一台。是，而且是回来回防啊，因为他要怪多的 reset， 5051把 AP 给带走，但是113也换掉了这台 T54 来，底线的 T54 来已经掉了，没有错。看看从侧面回来做防守的能不能够起到一些奇效呢？这边开始往底线顶，这边 Team Profit 应该可以往零号线走，零号线是一个高地，拿下来之后他就不会接受两面的夹击，是。啊，看来不过我们看到 Team Profit 好像还是集中在城镇区的南边部分。S4 在这边，你看就是很难打。对，真的耶，其实这个位置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不好打。它主要的功能是拿来防一号点啊。因为你选车的时候不知道对方的配车嘛，如果你看到这么多台113，你一定不会出 S4 的。了解。哦，这边被集火113，掉了1383滴。是这个台八恰可能也要被收走了，直接过来三发弹 ，AP 上来，是哇，一脚弹直接冲锋了，冲锋了，哦，浪费了一颗啊，对，有点可惜。三撞长脚，这个是三宝。好了，这边直接往内部转进，想要去收这台215，打谁呢？都不好打，反正是忧郁的血量被带了很多，这边队友 cover 一下。是八下直接去抓5051，5051应该是活不久了。再剩一发82D，应该是随机要被带走。这边正面两台113真的是很霸道，直接把一台215B 给带走。在这边血量都很低啊，虽然说一个数量上的优势，但血量上输的哦。没有错，还是想要哦抽掉了。我说113硬上哎。对，虽然说换掉一台，但是这边也随机换掉一台 V215B 这边。龟了15终于已经在地图上被亮了出来，但是好像没有人要理他。对，你确定不理他吗？一发700多，这边直接被带走。
痛的要死啊，好痛啊！哎，这艾斯太胖了，过不去。这又完全被卡住了。这你看不出来过不去吗？这个一三直接上来，连上来，转 H 一，其他炮打，打打打打，哎呀，夹起来，哇 ，OK， 这边应该是可以带掉。打一连个局面，而且是有一台 AP 的 ，AP 还有四发弹，对，应该是没有问题、哦。千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哦。对，直接绕过来，哦，带开枪线，还是被骗了。对，绕过来一三，绕了一圈，一个被 juke，、啊、你看那个炮塔的转了一圈打不到人啊，这个。哎呀，这被耍了。对，有点悲剧哦。这是二打一啊，比赛里面二打一就是这样。对，刚刚这个。我们这个表情符号选手，我们说这个 LO0O， 对，这个选手他刚刚应该是上 H1 哦，打了一个300多的地上。是，现在 AP 在 reload 了。刘刚那发是不是没中啊？对，没中。嗯，错一样。OK， 没关系，对于 Tip Buffet 来说没差、啊。你要跟我绕圈，我就跟你绕圈，反正我还有一台 AP。没错。A P 选手现在旁边就位，稍微休息一下。那其实一三有点太冲动了，嗯，就继续跟他硬顶嘛，你有必要这样吗？到时候 A P 压力很大。哦 ，OK， 他 reload 完了。对，现在换 A P 了。啊，第一发断腿。好 ，OK OK， 没问题，稳的稳的，顺利的收拾掉了。是，恭喜 Team Puffy 竟然在这个 Rubber 这张地图拿下两场比赛的胜利哦。不过其实。当然了、啊、，GoBase 以前最比较强，但是现在 Team Puffy 在目前的这个排行榜上是高于、大于这个 GoBase 的。嗯嗯嗯，了解。那其他两个韩国队现在表现的如何 ？Dogops 跟哦不，讲到这个的话，因为今天应该还没有看到这个排行榜哦，可以看一下。嗯、我们 GoBase 目前是垫底的一个成绩哦。那 Team Puffy 目前是排行在第九。边缘的一个路径。那现在目前最强、成绩最好的是 Meltdown 目前是两胜一败，然后两次的 Tiebreaker 都拿下比赛胜利，积分点是十分，在第六名。Dark Wolf 是第八名，就是 Dark Wolf 跟 AP Gear Team Puffy 应该是这个，怎么说呢，在争这个最后的第八名的这个名次。当然啦、我们今天只是第三周的最后一天赛事，总共会打六周的赛事。所以算是赛事的中团中盘而已，所以你后面，当然有些人前面有遇到可能战队可能比较强的，可能战绩会比较低一点。就是你遇上前段班，你本来就比较难打嘛。是。那如果针对于后面这四名的这个淘汰名额来说，这些战队就是想要避开这一个淘汰名额的话，你要对你隔壁上下楼的这个邻居对上这个比赛的时候，将会是更加重要的这个赛事哦。对，真的，其实我觉得 这一次赛季把这个韩国队给加进来，我觉得也是蛮，我是觉得蛮不错的啦。就是因为以前都是韩国赛区跟这个亚太赛区是分开来的，对，分开打，然后最后决赛再打一起，是，感觉是在赛事上面来说是有点奇怪，但以地区的选拔赛来说也算还算合理。但因为反正大家都是决赛要在一起打了嘛，那倒不如季赛就一起打吧。这个辨识度也会来得更高一点。那对呀、啊，唯一的差别是这样子一个赛制呢，我们并没有就是地区保障名额，也就是说韩国进来的这四支队伍，他可以四支都留在这个黄金级，可以。那只要是打出来的成绩是够的，那有没有可能这四支被淘汰的队伍都是韩国队伍呢？也是有可能，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设定哦，就是大家公平竞争。对呀、啊，对，以后大家都是这样子。对，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大家混在一起打的时候，其实也比较容易能够看到各个选手的实力。要不然像是以前啊，我们在看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哎，其实韩国队的实力到底到哪一边？有没有他们的战术到底是什么样的战术？有时候我们总是只能看到最后的那两队韩国队或那一队韩国队进来，然后每次都是看到 Arete， 所以有点可惜，就是好像没有仔细观察到他们韩国地区的这个战术打法。我觉得混在一起之后，就可以去看到更多他们这个不同样的打法，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对，没错。那当然啊，讲一个比较细一点的东西，就我们选手在自己在看比赛，后面选手在看比赛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呀，我们的战术都被别人看光光，因为我们打一整个赛季嘛，然后之前是打双循环嘛，嗯，战术都被看光了。然后对于韩国选手来说，那我们只能看什么？上一个赛季 GoBase 只打了两场比赛。嗯，基本上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因为他们有保障名额嘛。对对对。他们从红铜级开始打打打打打打打很多，上一个赛季已经算是韩服那边比赛最多的
赛季的，但是 GoBase 因为是保障名额，所以我们只看了两场，基本上两场能看出什么东西，其实真的看不出来啊。对啊，对啊，他们我记得那时候韩国区的这个他们的赛制是跟亚洲区是不一样的，对，差很多。那这边看到的是哇，这个113表情符号选手打了4333D， 打了16发，杀了3个人，哇 ，Key Player， 对，真的是相当凶狠啊。对，你知道他的那个表情符号很可爱，嗯，没有错，嗯。那对于刚刚像那样子113的这个选车压制啊，JJ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嗯，我觉得这种打法是 OK 的啦，就是你要想要就是试用就是113直接冲阵，这种打法是很凶。但是对方如果有拉开来，当然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刚刚高贝斯这一边哦，就是选了一台5051，在这张地图里面5051其实不好用。哦，为什么？就是5051这台车辆啊，它的这个 DPM 应该说一轮的伤害很高，对，瞬间输出，然后瞬间输出很快，但是它在打重坦或者是远距离攻击，它是弹夹车，然后它击穿穿身不好，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选一台5051啦，对，因为它是首方嘛，通常来说是215B 啦，或者是 I4 啊这种，有些人还会出这种1100啦，就是这种比较重的车辆，对，甚至你。那台5051想要带一些集火输出的话，你就带八恰嘛，反正你已经带一台了，带两台，它的那个效用会极大化。那因为你一台的这个八恰，一台的5051，它的这个伤害不够，然后你要带掉对方的一台，甚至是中坦都没有办法。所以5051的出法，我觉得可以再做思考一下。了解。说到八恰，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张地图是 Moravanka， 那 GoBest 这边是选了四台八恰，然后一台215B， 一台015。然后一台1390，那 Profit 这边是选择两台八恰，一台 RU251， 两台这个 Object 430，两台5051。是，单位的地图将会来到摩罗兰卡这张地图啊，出这么多八恰，会出015的通常是首方，就是把一波给压住，然后八恰是算刺客方，刺客的这个角色，就是单位真正正面顶住。对方想要忍不住想要冲过来的时候，八恰就会从两边直接做两边的侧袭包夹，然后这是在防守方这边比较常用的一个战术。了解。当然也有进攻方会出015啦，这也说不定。但我这次上前几个礼拜我跟小莫讨论这件事，就是既然这个转播字卡都已经把选车给弄出来，为什么不告诉我他是守方还是攻方？我每次都在那边猜测，对，我都在那边猜测说到底谁是守方，谁是攻方。对，有时候还会说错，因为、啊、也不是说我说错了，另外一方面啊，但 OK， 我承认我说错，但是因为现在直接车啦，直接车它的这个出法真的比较火，所以有些时候你真的常规来说我们会用的配车，有些时候也会。稍微换一下进攻跟防守方可能会换变，尤其是 Ghost Town 基本上说不准到底谁是攻方谁是守方，只看配车的话，因为 Ghost Town 这张地图因为它是全对称地图，所以你要怎么出其实对于攻方守方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了解。好的，那我们进入到了比赛当中，那目前来说那个Team Profit 呢是在北方，目前是往这个一号点位进行压制，而守方呢是我们的 GoBest， 那目前呢是站在这个H3 的地方要进行一个防守了。OK， 这边两边都是要走一号点哦。是。然后 Team Profit 好像也不给你演了，他要直接硬冲你一波了。对，这边直接压进来哦。嗯，我们看到这边是时间马上站点，时间马上剩下。是要站点吗？这么多的中坦，跟对方打这种站点的消耗战不是很好。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想法哦。他有可能是亮到第一台，他就要冲出去，或者是他抓一下你的视野。了解。进来了来了，看会不会带枪线430要冲了，应该是这样没错。但是前面是一台015跟一台 LV25B 啊，这击穿率很差。对，有点硬哦，这个很难打。哦，上面两台5051过来做支援，不过效果好像不错。哇，第一台这个 key player 马上直接倒下。对，直接收掉第二台吗？哎，第二台，哎，好了好了，终于是把它给收拾掉了。嗯 ，A5B。对，不过他们这边也是损失两台啊。嗯哼，2换2。然后其实中坦都有点残血。
是对方这边的1390跟巴恰在这时候要直接出来跟对方稍微换一下，抓一下对方这一个旅漏的一个 timing 点。没有错，我们看到这边巴恰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我看了两边都在旅漏哦。嗯，现在都只能撞成一团了。哦，5051的一个效用拿出来了，因为它的一个长旅漏时间是很短的，是刚好可以抓了一个空窗期进行一轮的输出。不过他的位置靠错边了，他应该往队友靠。对，应该往下滑，那有点可惜哦。嗯，因为靠在另外一边的话，其实队友跟这样就支援不到了。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一个被挑掉了。这样子 ，Profit 这边好像情况不是很好。嗯、哎呀，这边有一个 miss。好了，但是现在变成3-2的情况。对，基本上还有一台是 RU51 哦，先收掉这一台430，没什么问题。RU51 收掉八下之后，回去看 UE， 哎，你怎么没血了？哎呦，哇，现在变成2-2，不过这个 Hippo 1390搅蛋真的是搅得很随便，因为前一波我看到他打比赛、啊打这个第一波的时候，真的是随便丢一丢，真的是随便丢一丢，他没有锁定，然后也是移动的这个进攻哦，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诀窍是。就算是用锁定的、嗯、你的车身最好是保持直、嗯、就是直线移动。了解、这边只剩最后残血的 UE、这边用甩中，但是大势已去啊，这边是一个2-1的一个局面，这边恭喜 GoBase 是、拿下来一城，是2-1的一个落后，在摩尔维卡这张地图拿下第一胜了。是觉得这一大堆这个八恰的配置效果如何啊？其实我觉得可以打、欸，就是如果他都有击穿的话，如果待会有回放，有看到015他们冲进去的015那一段的话，对，你可以算一下他 miss 了几颗。零五这台车辆在 HD 化之后，他的上甲，嗯，硬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步，就它因为是一个奇异的斜度，如果你打上甲，那对于移动射击来说，你真的要去瞄015的下底盘，很困难。而且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下底盘也是一个奇怪的弧度，就是他弹炮的一个能力哦，就是在 HD 化之后，buff 了相当相当多，变相的 buff， 就是模型上面的一个改组。那待会如果有 replay 的话，可以看一下，因为我自己看到应该就有4发 miss 吧，你知道八下一个人 miss 1发，后面就差很多了。对，的确哦，我们现在也是进入到回放，这边也是前面也是这个015，是顶了很多很多炮啊。对，那你看到后面巴恰是无损换血，对，前线两台重弹去扛线哦 ，OK 没问题。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哦，巴恰是满血，蓝色的巴恰是满血、嗯，红色的巴恰只剩半血。那我们说巴恰有瞬间火力输出嘛、嗯？但是因为到中盘之后，火力输出不是在于你弹夹有几颗弹，当然了、啊，你必须要满弹，首先你必须要满弹。另外一方面是你血量只剩一半的时候，对方两颗把你收掉 ，OK， 那你只剩一发或是两发的一个机会，这就是巴恰在或是弹夹车，所有弹夹车都一样，你必须要保有一定的血量去缴出你的弹药，因为巴恰的这个我们叫短装填是很长的，是我记得是两秒吧，两秒五的样子，两秒五，对，正常好像是两秒五，那就是当然加一些设备装备啦、啊，风扇啊，然后再加上什么汽油啊什么之类的。对，会再快一点，但是它相较于5051来说，它真的是相当长。对，如果你5051打习惯的话，你会觉得说哇，巴恰真的是，不要说什么了，我1390玩一玩去玩巴恰，都觉得巴恰的这个短装填真的很长哦。那这边有选手跟我讲说是两秒的，但是东西加一加嘛，全开账号加一加是两秒。嗯，了解。我记得那个5051的长装填好像非常的短，对不对？20多的样子。对啊，所以其实对505来说，它其实我觉得在灵活性上其实还是蛮，就是其实你比较容易去抓时间点，然后进行一个突击和突破，比较不像巴恰，有时候你长装填那么长的情况之下，导致在火力上会有一个缺口。对，这也是拿出来打不错，就是配了一台两台5051，在这种地图啦，就验证我刚刚讲 Rainbow 这种地图，它是要找出这种特性是比较困难。但是两边都是短兵相接，你自己想要硬冲的话，就是想要冲到前线，
这种跟对方要硬换炮的话，有带5051其实就很有效用，因为应该是说你进场时间抓对了，没有第一时间被激活，你第二轮、第三轮来得很快啊。那有一些地图像之前有一些比赛啊，有些人会带这个 T57 Heavy， 这也是因为它短窗点来得比较慢的、比较快的关系。了解。OK，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进入到双方的配色。我们 Rovanka 的第二场比赛是即将要开始的，目前 Team Profit 是2-1领先 Goldbacks。那 Profit 这边呢是带了两台5051，一台 Object 430，一台1390，两台015，一台八恰。那 Goldbacks 这边是三台的八恰，一台015，一台 Object 261，一台 STB1，一台 RU251。Team Profit 这个就是那个被刚自己被冲哦，这边有带一台 OBJ 261哦。这很，这应该蛮有趣的。待会可以看一下那个。对，261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带 OBJ 啦，就是，但是他就是炮车嘛，带炮车。了解。但是Team Profit刚刚这么凶哦，要打这样子的一个进攻，就是除非字卡有错，但如果没错的话，这边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想法，是要跟对方打阵地战。那有可能是在前线这边把对方给亮出来，或是跟对方50米强制开光，然后隔着一个山，然后对方也不会过来打你的时候，就让炮车继续丢丢看。了解。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261这台炮车？其他炮车的特性上有什么样的？我比较常看到的是1551，或者是有些是八阶炮车，其他的是4043啊这一些。对，也有人这一季也有人出过，是谁啊？EO Gaming 吗？EO Gaming 出过 Concord GC 也是十阶的炮车，了解。那因为是弧度的关系，那我必须这个诚实的说，我炮车真的不熟，因为自从大炮车时代结束之后，我再也没碰过炮车。了解了解。比赛的话，当然就是比较常看到的那一些，那对我来说其实差不多都是炮车啦，就是有打中没打中，跟特性。炮线上面的准度跟暴风什么之类的，那个就这个没有那么熟悉啊。没有关系，我们就来看看这个Goldbacks 是要怎么样运用我们这台这个 Object 261来进行进攻了。那我们先看到进攻方式，我们的这个 Goldbacks 目前出生在地图的右手边，他们是直接往右边曾经的魔法森林当中移动啊布阵。那红色方呢是我们的 Team Profit， 目前是防守在左下角的地方。哦，这边 Team Profit 的阵型是拉到很前面哦，把北面的 EF 中线以北都已经拿下来。是。那台炮车看看会不会先预瞄南面的山上，还是以前有个古拳法是用炮车去打掩位啊？哦。但是那是74-68年代用304 FV304打掩位。了解。看来应该是防守方觉得390亮了，哦，亮了吗？哎呦，炮车射了一发，哦，好像不知道是不是暴风打中的552滴血哦，就一颗，哇、哦，中了，我现在看到，对，好猛啊，是啊，哇，这个预判真的是判得很好，说那个炮车的预瞄的位置、哦，对，那他就是真的是打古拳法、啊，真的耶。带一个炮车，然后去拔眼，这么有效用吗？我是蛮怀疑的，因为你用一个石阶，当然了、啊，石阶它也可以对于这个山坡上的015去做一些伤害，那可能是它主要的用途。当然，一开始先拔眼，可能是第一发它本来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它这个预瞄的话，战术上面的一个设定跟预瞄就会有很直接的关系。嗯，没有错。那第二发射出去好像没有打中哦，看起来是想拆眼，是这个距离这样要拆眼，这虽然说有人讲说这个很准，但是这个你看到这个是椭圆形啊，这真的要中也是需要一些运气的。CPBN 这边吃了两发之后，剩下1200滴血，刚刚应该是想要尝试开光在南面这一边，对，被山坡上的015给打中。是，刚刚那个015也试图去盲射那个草丛里面的139，不过好像没有射准。我那边很多草，很多草味啊，草味超级多。
那对于拔草拔眼蔚来说是需要一些有些类似是要被动开光，就你假装去给它亮，那你去 check 一下到底是哪一个草位。但是它现在1390躲的位置有很多草，是，所以要种植有点困难。对，可能要拼一点运气了。嗯，就让我想到那个什么呀，现在不是有一个模组嘛，是你可以看那个炮车，就是有点像战舰的那个啊，那个跟随炮弹的那个模式。嗯，哎呀，我觉得其实我们的 OB 应该也装一个这个东西，有没有？会很爽，咻！对啊，但跟着炮弹的那个视线一起走，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玩，很帅很帅，像战舰那样真的很帅。哎，没有错，屁股进去站点，他应该是假站点，这时候选手应该是用屁股进去的，准备亮之后赶快跑。对对对，赶紧绕跑。二六一刚也是射了一发，好像没有打中东西，看起来是丢这个015被亮出来哦。嗯，是我刚讲，就是打015这件事情来说，会是比较有效用，没有错。我们看到目前来说，红色的防守方位是有三台车是往北边绕哦。嗯，我北边这边是有派一台车在布点，是一台八架。对，那现在5051是被亮到了，那这样的话他们应该绕哦。这个案情不单纯啊，后面可能是有突袭之类的。对，哦，这边015遭受很剧烈的攻击 ，STB1 这边有集火，刚刚可能是炮车也有丢了，造成这个火灾。嗯，我看他这个掉血的一个速度有点像是失火，这边巴恰被亮出来之后，可以走掉，这边应该是有蛮多坡可以提供他去做掩蔽的。是5051的射击应该也是射不到才对。对，不过如果他有断腿的话，哦，这个在麦子这边就常常会看到5051瞬间四颗带走。嗯哼哼，这边带了对方015之后，巴恰是被追击，几个同伴也是赶快往魔法森林继续靠。时间剩下4分40秒，下一波攻击必须要组织的很快啊，这边这个炮车在做移动。是，就是要重新布阵，他们也是感觉到北边可能有一波的进攻要过来啊，是直接往北边开始进行一个布阵上的转移。嗯，这有可能想要反打，因为对方毕竟还是有派015的，015是没有办法在这时间点赶上。是，而且时间其实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够，时间要4分钟，我觉得如果要进行布阵的话要赶快咯。嗯，还行，这就是全速移动了，他们已经只能用最快就这样子了。对啊，但感觉好像二那个我们的炮车是被落在那个地方啊。嗯，有点可怜，只能放在这哦。那他等一下疫苗的位置应该还会是在南边这一块，这一块那个高地。了解了解。可是这样的话有车可以帮他亮那个地方吗？哦，他等一下会冲锋嘛，冲锋的时候就有的打。哦，那原来如此，能不能打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了解。好，这边也是往430被亮。对，430这边看看有没有机会进行狙击。角度炮车不好丢啊。嗯，哦，这八下刚刚损了将近700滴血，有点痛，因为他走在比较高地的一个位置。嗯，是损了667上来之后，这要不要冲锋啊？这可能在等015上来。是，我们可以看到1390是直接去抓炮车了，知道对方冲锋了，那炮车肯定是单独留在那里。015的这个选手啊，这名称叫做大吉林，大吉林，大吉林。哇，这个可怜的炮车是在这里要直接被收掉了，收掉了390，可惜呀，啊，没有留一发给他。是，哎呦，不过这边直接站点，他们来得及 reset 吗？这个轻坦被又去抓战车了，这样回来这个速度有点不够啊。嗯，看起来 Hippo 应该是要来到前面，稍微拖一下时间。哦，剩16秒，来得及吗？好像来得及哦，是不是有机会？430已经来了，应该可以，430应该来得及这个时间。对，来来来来，好，终于打中了，打中打中。哦，我现在才过来。对，哇，下来都亮 ，OK， 三台他都可以 reset。是，他其实进场就不用想走了，是想太多了，你就没错，稳稳的留在原地就好了。没有错，被激活掉一台。5051这边做输出，05上来，看要不要扛住，把这伤害给扛住，让巴恰可以走。是，
哎呦，零一五撑了一会儿，但是看来应该是撑不了太久了。嗯，这零五胶弹一开始就要交在五零五一身上啊，是浪费了一些血量在零一五身上。哦，刚刚那个 STB one 这个内发好像不知道在射哪里啊，好像有点歪哦。往这么一说，我也是觉得怪怪，他到底丢哪边看不太到。对啊，我们是一个四打三的局面，但是哇，对方是五零五一啊，五零五应该可以瞬间把这一台 Hina 的 STB1 给带走。没有错，我们可以看到蓝色这边也是，虽然有三台，但是血量也都剩不了太多了。嗯，主要是这台零一五会很难缠啊，但是有两台八恰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首先要先抓到对方那一台八恰的位置 ，OK， 这边有定位出来。先把他给抓掉，就有可能可以带走啊！这边 Q 米也被带走了啊，可惜！哇哇，这是下水饺！哇，这有点可惜哦，直接出来完全是被一个一个收走。攻方的 Gobase 有点太急了，没有错。哇，那这边就这个真的已经是无力回天了，只剩下一台，然后还被断腿，还 miss 了一颗零一五直接撞上来，哎，追不到，追不到。好，直接是收掉了。那这边恭喜 Team Profit 这边跟 GoBase 打的有来有回哦，目前是一个3-1的一个领先。嗯，没有错。嗯，这一场的话，其实我觉得 OBJ61 的一个选用可以选择，当然啦、啊，你选八阶也不对，八阶也不好做。因为你八阶你变成是没有人控图嘛，那九阶的话好像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只要用十阶，那其实就赌得有点大。就是零一五真的如果有贯穿，有换掉一台嘛，嗯，那你南面这边如果想要转点，其实我觉得如果南面这边继续打，也许会来好一点，因为毕竟对于炮车来说，最讨厌就是转点，强行扩圈啊这些等等的一些状况，然后再是。集火目标射击，我觉得对方还是有派零一五，真的是差异蛮大。那也因为是你要转点，你必须要等零一五上来。那你自己的进攻方的零一五上来，这个花费很多时间。那有一些时间上的压力，够被实施打的有点太急了。是，我在想，或许他们可能也是对于前面那台1390眼车一直抓不到，感觉有点怎么讲，伤心吧？所以就觉得想要就说，哎，糟糕，这台轻坦一直抓不到，可能我们继续待在这里好像没什么前途，只好我试图转点。其实抓那眼位对于攻方来说很难做，就是为什么有人会出炮车，就是很难做，会出奇招，就是因为他很难做。那因为他这个双草丛三草丛这个位置太多，那通常来说都是你得让一台的1390或是你自己的八阶车啦，直接冲进前面跟你硬开。了解，五十米枪那些光的时候再把它换掉，那都是比谁的后排枪线比较准。嗯，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就是你要抓这眼位，你要想要打南边就是这样打。那北边的话，它会比较属于比较重的配置，然后就比较不会，也可以用炮车啦。就是如果你跟对方想要打消耗战，但通常来说，你带炮车的时候，对面的车子，什么戏？对面的车子就是会跟近距离的一个作战，就会不会跟你花费那么久的时间。一旦有炮车来砸你，一定会开始想说，哎，你就会跟指挥官说，哎，对面有炮车在丢我，我们可以冲锋了吗？可以，大家都不想要站在原地被打吗？啊，那很容易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啊。哇哦，这个我们精彩重播是看了一下这个炮车的一些精彩画面了。砸了一下我们的这个轻坦1390，又砸死了一台这个015啊。但非常可惜，就是最后面的这个冲锋呢，是仍然不敌对方啊。嗯、特别是在最后面的处理上面是有点可惜哦，一个一个出来下水饺，直接被收掉。对吧？就是前面看到这015，被打掉的这一个血量到那个速度，虽然说 OB 没带到啊，但是应该可以判断出来说是。砸中，然后后面是有燃烧吗？应该是有燃烧，应该是有燃烧烧掉的。然后 SCP1 还补了最后一发，哎，剪头，剪头的队友。那当然 ，OBJ 我们在比赛里面看到炮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都会让人家为之一振，感觉比较开心啊，没有错，欢乐一些。那这边看到的是伤害输出表，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61是排名第三名啊，这个也是相当厉害哦，打了八颗，嗯，估计应该是中三四颗吧，应该是哦，蛮多的哦。刚刚他好像打了2000多伤害嘛，2000多伤害，然后这边 Team Profit 015是没有抓到伤害，嗯嗯，这个自己是值得探讨，就是015他进去之后，他进攻的一个方向，他应该是要把对方的一个伤害给吸过来。那这方面他可能做到 50%， 但他做出伤害，他应该先在那个时间点啊，打有05跟5051打，基本上我会选择打5051，因为你把他血量，你打不死他，但你可以把他血量压低，在残局里面你的队友会比较好处理。没有错，没有错。那你打015，其实在残局里面半血的05跟差你600滴血的015其实差不了多少，他就是台015，对，因为你只有在八枪嘛。对，所以我觉得比较可惜。那当然啦，这一场也是算出奇招啦，那边没有成功，对于 GoBase 来说也是比较可惜一些。那其实 OBJ 616已经打得很不错了，算出来有打出他自己的伤害，因为他是十阶车能打到2000多，算 OK 了啦。对，而且还是全队最高伤诶。哦，这边第五场赛事已经准备完成了。GoBase 这边是1-3落后，来到 Ghost Town。是我们看到 GoBase 这边是选择了一台100，三台215 B， 一台八恰，一台50 B， 一台 T 5 4 Line。那 Team Profit 这边呢，则是选择了其他的配车。我这边来不及看了，画面是已经被洗掉了。OK，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进场的时候再让大家稍微看一下。两边出生点位跟配车哦，因为刚刚有讲到嘛，这个勾唱这张地图就是两边哪一边是进攻防守，看配车就不好说。没有错，对啊。我选待会两张地图，勾配车都必须要拿下来，才有办法打到 tiebreaker 他们。对，嗯，还好啦，地图是那个勾唱，不是 Luenberg 或者是 Steps 这种进攻方比较难打的地图，所以基本上。还是有机会的，因为今天 Team Profit 的一个近战其实表现的没有真的很好，但 GoBase 这边需要更多的这个老手队员要多教导一些、哦、就是算是 carry 吧，就是经验上的 carry。没有错。好的，我们可以看到，那这个Team Profit 是在我们的右手边三人进攻方，防守方是我们的 GoBase， 他是选择了这个三台215 D， 一台八叉，一台100。那进攻方呢是一台113，一台八恰，两台 215B， 一台100，然后那台5051，一台1390。1390是直接往非常北边地方造一个大圈哦。嗯、那其他重弹直接往二号点位进行一个压制。哦，南边这一边有被孤立的一台八恰。嗯，好像我吃了一颗哦。不，他吃了一颗，剩下1200的血量。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双方呢215B 是互相在这里戳来戳去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坡度就是开个 215B 出来试试看。了解。这个坡度在刚差不多是多少角度啊？你说这坡度吗？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位置两台 215B 它可以漏一个炮塔设计。就是刚刚好压在那个最低俯角的位置。对，还蛮妙的。然后你打到对方也是看到一个头，就是这都是练基本动作，因为像麦斯之前在坡度这一边，你必须要露头射击。嗯嗯嗯。然后就两边都是在灌炮塔这样子。了解。嗯。1390这边骗对方的炮啊，好像很危险哎。对，我觉得也是有点危险。抖抖的，但是他必须要开光。对啊，对方应该是一台100嘛，对不对？嗯。对啊，这个被打到可不得了哦，断腿了。哦哟，哇，这一发打得准啊！这个100，哇，这一发直接伤手表。哦，第二发跟上。对，哇，QQ， 哇，这打的这个没消光就想走。对呀、啊，真的是有点太过于着急了。390以为自己很溜，结果是7啦，7。这边没错，哇，这样的话少一台轻坦在侦查对方的。这个配车方面是有点可惜哦。嗯，有换到对方一些血量，但是自己送了很多血哦。这边南面的八恰好像已经被盯上了，
他定位在原地，在城镇这里面好像走不掉了。对，另外一台八下是直接绕进来，然后直接把对方收掉了。嗯，他说：“听说你刚刚打我一发是吧？现在你没血了吧？”对，这边这台，哎哟、哦，侧面这边是想要进攻，但是直接被二一五 B 抓到啊，断腿断在正中央。嗯，哇，这要赶快进行掩护啊！哦，还没有维修包吗？啊，这不知道哎，他该不会已经用掉了吧？肯定是没维修包才没用的。对，哇，这两台，哇，过不去了，过不去了。结果为了要保护他，自己也过不去。哇，自己的阵型被卡开之后，对方是有50B 的哦。是这一台50B 可以再把这两台给收掉。对，真的有点可惜哦。正面直接用 DPN 输出把对方给带走。哇，这边果然是 Team Bobby 现在的近战真的不是很好。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215B 只剩最后一台，应该是也是要马上被收掉了。嗯，这个就不用50B 了，这个 T50 带过去就好了。对， People 这边想要绕背吗？但是刚好看到一台505E，哦，被亮，自己队友有打到一颗哦，不错，759滴血，嗯，赚翻了，真的，没错。好，因为 GoBase 这边是防守方，所以不用太急，把几个重要的路口给拿下来就可以了。不过那个残血的真的是要稍微调动一下部队，让他去守一守。哎，没有错，没有错，真的就是防守方就是在有优势的时候啊，真的就是不要太过于冒进。嗯，对，那把握住自己的防守优势，其实是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不过因为高贝只是3-1落后啊，嗯，不然他其实应该这时间点跟这个血量应该是能打的。对啊，对啊，对，又不是说自己很残，是还好。嗯。应该也是，就是可能指挥官比较保守吧，我在想。嗯，这真的很保守。嗯，这其实基本上你就05集结打一波，然后就带走这样。如果要耗下去的话，就真的不要跟对方对炮。你对着对着，如果真的自己有密室一两颗，就像刚刚那样，嗯，送了700多滴血，不划算。对。好，现在就看看进攻方要怎么办了。现在进攻方处于一个蛮大的劣势啊。嗯。而且他们的轻坦也是被打掉了，这样子很难去摸透对方现在的布阵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配置。对，他只能想办法集结打一波啊。对，觉得要想办法找一个突破口啊，我在想，但是很难啊。嗯，这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他也没有八恰，他只有5051啊。对，那你让5051去外围侦查是很冒险的事情。嗯，没有错。而且他前面就刚刚讲的，他亮出来之后吃了700多滴血，那很关键。他如果现在满血的话，很难说。这台5051试着想办法做一点侦查，但是好像成效不彰，没看到什么东西。人只能过来挨到1390，你怎么了，同学？对，自己反而被亮。对，看到一台215B，互亮。对，互亮。嗯，现在真的是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看到目前来说，红色这边是重坦，是开始集结了。看来准备也是要进行一波进攻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聊天室有人说大喊 YOLO 冲出去，其实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啦。对，差不多是只能这样，差不多是只能这样的 YOLO， 就冲一边啦，只能冲一边，因为你是攻方嘛，守方你还有的打。对，没有错。攻方对方打成这样子，这守成这样，你也真的没办法。那待会出去的话，就让。个人是认为让100冲锋啊，嗯哼嗯，然后集结目标先打215B， 嗯嗯，任何一台215B 都可以。好的，现在直接往这边冲了，冲过来，哇，就这边侧面刚好吃到对方100一发，是，再往前冲，直接往前顶到215B 前面，不用停了，冲，但是要稍微找一下掩体，往左边靠，是。啊，不过后面100是被收掉了。嗯、等一下，哦，这边是头对头 ，T 五是在跟5051在 PK 啊，打不赢，没蛋了是吧？对，没蛋了。
他一定有算，然后这边恭喜 GoBase 是再追回一发，对，明显是一个3-2的一个落后，在Go上这张地图，率先拿下这个防守方的胜利。我看得出来，这边 GoBase 真的是，自信心没有像以前这么凶啊。真的，以前他们在打这个，我记得世界大赛刚出来，然后有 T 5 4来的时候，哇，真的打得之凶。以前大家都冲这个 RU51，他现在后来就出来之后，一个 buff 之后，他就直接冲这个 T 5 4来，然后都直接回上去打，然后大家集火目标都打得很好。我觉得，记得那时候他的大家这个集火的这个效率哦，几乎是跟 Elo Gaming 算并驾齐驱。但现在的一个比赛真的是，打得没有那么好了。虽然说 Team Profit 也是，当然感觉时间也有很大的差异啊，就是整个 Meta 上面的改动，然后节奏上面是差蛮多的。对，这个基本功真的是我觉得有差啦，老队员其实还是在基本功上面真的是练的蛮多的。好，这边是我们的 Replay， 我们看到这个1390真的是很悲惨，一发断履带，第二发直接一发收走。那最后这边的冲锋也是很可惜啊，这也是没有办法当中的办法。冲锋他们的5051好像没有跟上来吧，不然也就是在走到半路的时候就已经被拦截了。嗯，有可能。对啊，因为这个防守方这一边的确还是走得很守势，他就是顾及的路口。然后你冲进来之后有人亮，他就开始，本来是要冲正面，但你侧面怎么挨了一发？哎呀，100本来要冲锋的时候。侧面就会被打了800多滴血，对呀、啊、对呀、啊啊，我觉得其实他们，我觉得可能最大的转捩点就是在那两台215B 直接被卡在路中央，前面跑进去了，后面哎呀跟不上，完全被卡在路中央，然后断腿，然后为了救他，另外一台车也半血，对对对，很快。自此之后，其实后面就真的就没得打了。最怕的战争世界最怕的。还是阵型被这个开开来，那会被一台一台收啊。没错没错，看一下这边是伤害输出表，喜莫娜的 FB 二五 B 打了3672滴，这个伤害。然后5051虽然说打了2200啊，但是他打了14发，但5051他的一个伤害在这张地图里面也是偏不足。这张地图我们通常会放，有人会放啊，这一季有人会放 T157。啊，这种车辆，那5051它血量不够嘛？对方都是 FV215B， 你5051这边戳的，没什么感觉。这个 T 5时代打了1463，对，这打的比那个对方的13还多，好凶好凶。对呀、啊，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车哦，它戳你屁股真的是戳的让你觉得很心痛的。对，就是八阶车，如果你是选那种 DPM 高的一些车辆。对，击穿好，当然啊，对于八戒的这个选手来说，击穿能力对他来说是相当重要，因为你要面对的是十阶车，大家都是同阶在打，没什么压力，然后都是金蛋在丢嘛，你只要知道要丢哪个方位，那对于选手来说没什么问题。那对于这个八戒车的选手，你既要怕被别人打到，因为你血很少，相对于十阶车来说，另外一方面是你不好击穿对方，真的没有错。好，那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下一回合 Ghost Town， 目前3-2是 Team Profit 暂时领先。 Team Profit 这边是选择了一台 T54E1， 三台 215B， 两台的5051和一台的 50B。 那 Go Best 这边是选择了三台 215B， 一台014，一台 IS4， 然后一台 50B， 一台416。 字卡应该有错、啊、就是哦，九阶配置者应该是要两台，应该是有一台501没换吧，我猜。哦，应该是两台的 T541 万。哦，有可能哦。嗯，对呀、啊，字卡错了。然后另外一边的话，用 IS4 跟 OBJ416 跟014、嗯，他们是攻方嘛，对不对 ？GoBase 是攻方。GoBase 这边是攻方，对，没错。对，那他应该会打。OBJ416 通常会打北面那个点。但是他又有一台014，他有可能是，我猜他可能是两边要一起打，就416是假的、哦，但如果你不理他的话，正面他这边还是会压上来。了解，有可能是这样、哦。因为其实有时候大家会去看你的配车去猜你的战术啊，然后有时候你弄一台假的配车有没有？嗯，然后去让对方去猜错战术，也是让自己制造一些机会、啊。对，因为OBJ416它本身车身很扁，
那我们之前在 Ghost Town 的时候，后顺便那边有带一台 IS7 嘛，那 IS7 会被丢到。嗯，它虽然稍高一点，它虽然说已经很扁，但是 OBS16 它会更扁一点。了解。所以Y 字路口那边甚至是打不太到那个 OBS16， 因为它真的就是不符合人体工学的车身。了解。苏联人真的是很辛苦。是，没有错。这让我想到之后可能会出现的这个 S 战车啊，不知道哪一台会更扁了。哦，是有可能。嗯，对。好了，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比赛是开始了。那红色的防守方呢，这个是我们的 Profit， 而蓝色进攻方呢，则是我们的 Go Best。那它是由下面有打二号顶位的一个战术。那 S4 这边是直接是来到外围，没有到一号点位。不过你可以看到北面这边是有派一台 T52 去看一号点的。嗯哼，S4 要直接顶进来站点吗？对，直接顶进来了。车土机后面，但是侧面已经有人了。对，侧面已经有两台 215B。哦，这个，哦，这个位置好像不是很好躲啊，无所遁形的感觉。嗯，主要是左边已经有人了，他主要是躲在这个推土机后面。我们这边 50B 已经遭受到第一阵线的一个攻击。是 ，OBS16 还在继续戳。浪费对方5051的弹药，而且 OBS 又很奇怪，这台车真的很奇怪，打阵甲它也是会弹哦，嗯嗯嗯，莫名其妙弹。但是如果是实际车戳你是没什么差啦，是没错。哇，这边 IS 直接往下冲锋啊，不站点了，对，不站点了，直接往下冲。哦，这边外围怎么是对，反而是对方的 A15B 先爆了一台，哦，对，正面的两台 FE215B 在这边已经两边同时冲锋。是在这边终点做汇合，看能不能留一台下来做激活，有没有机会呢？哇，这个 IS 也是被打到，哇，快没血了，哇，这边也是直接被收掉了。嗯，侧面这边两边遭受攻击。对，哇， 215B 这边的位置也是，走之后三台的 215B 速度来的有一点太慢了，啊。是 B 这边输出最后一颗，有没有机会？还在耶，我还活着，对，还活着呢。然后50B 叫完弹之后，被两台 FE5B 说：“你刚打我是不是？”别走，哎、欸，跑不掉了，跑不掉了，跑不掉了，这已经转不走。这边两边交换下来之后，只剩这两台 FE25B 在红方这一边 ，T54I 在北面，看完之后就开始进来，我也要打2300了，对，应该不会有人理我，进来抽屁股喽。对，另外一台也要准备从侧面绕进来喽。那还是一台5051的样子。好，这边是直接去集火 Hina 吗？这很难说。Hina 在这边，5051被5051盯上，应该可以活下来。是，伤害应该不够。但哇，这边就可了一下014，还好他有炮塔。收掉了，收掉了。哦，打了一发1241的伤害，这边直接收掉。上来之后剩一台 T54I。嗯，哦，这边不是出013出014有很大的差别啊。对，真的耶，有头有人权啊。哇，现在红色这边只剩下一台5051跟一台 T54I，不过它是首方哦。对，哎呀，结果刚刚讲完，这边中间可以站点啊。对，回来可以站点，回来你必须跟我交战，没有错，我已经站在点上了。对，而且时间还很多啊，现在还有六分钟的时间呢，嗯。现在进攻方是可以慢慢跟你玩。这零一是配这迷彩，真的是高倍子的迷彩。我之前都一直讲它是番茄酱跟那个芥末酱。哎，欸，还挺像的，哎，真的有够像的。对呀，啊，旁边应该放个什么面包，把它夹起来就变热狗。对，没错。对呀，啊，这边你看站点，彼此对方一定得进来。这5051这是残血哦，就代表他只剩一发弹药了。对呀，啊，四发后面三发都是假的，没有错，没有办法做输出，其实都是假的。好了 ，T54再进来绕一圈，看一下对方的位置，来知道炮塔是往哪边指啊，再看看能不能够再多脚体发弹药。嗯，哎，戳了一颗，哎呦，戳进去了。蛮厉害的，还不错，
但是剩下又剩下50秒咯，各自追各自的、啊、一个人追一边，但哎哎哎哎哎跑出来了跑出来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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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直接被打打掉了，哦来不及转向，对对对，跑不掉跑不掉，可惜这5051不知道为什么被开光啊，可能是50米他没算准，嗯亮，这边应该可以稳当的站点，然后一个人看一边，对呀、啊。等一下，这台 T5 Slide 真的找旧世界了吗？最后的时间点如果去 reset 的话，对呀、啊，这样子算一算，其实要他要他还要打五发才能把对方给收掉、欸。嗯，应该是没办法打全歼啊，上 H1 了吧？嗯哼哼，两台都不好穿啊，如果他不是屁股的话，对，15秒。嗯，这时候只能猜一边，猜对方看哪里。戳、啊，哎，戳，他进去戳了，哎，露一个头，哦，有击穿，哇，哦，侧车侧，再一颗，还没中，可惜了。没打中，自己也被 A 了一发，剩下七秒钟。零一四应该不会出来，因为零一四现在身上有点数。对，好了，这样子应该也是没有办法喽。已经尽力了，很尽力了。是，这样的话，这一场进攻方的 GoBest 是顺利的获得了，另外一胜。哇、哦，很焦灼啊！两边战成一个3-3。对，在相当地图，将会是在进行最后两场，那必须要连续两下两场5-3才能让他比赛胜利，不然我们要进行到 Tiebreaker 了。那其实这一季已经打了，包含没有转播的比赛，好像已经打了5场、6场。我看一下 Standing 好了。3-4-6-7-8打了4场的 tiebreaker 了。我记得之前的赛季哦，大概一个赛季只会打了4场吧。就是之前有做一些数据的统计。哦、我看好像是6场，不是6场，是6场对啊。对，你说上一季吗？还是这一季？这一季，这一季应该是总数是8嘛？那因为应该是3场，4场、哦。对，总数是8，那就是4场。啊、哦，对对对，1、2、3，一胜一败嘛，6、7、8、9、10、11、12。喂，我这边看是6场，哦，真的吗？啊、哦，对对，可能这个、啊、昨天的，哎，昨天没有 tiebreaker， 对啊，因为 Karen Tiger tiebreaker 一胜一败，然后呢 Horseman tiebreaker 一胜 ，B Gaming tiebreaker 2败 ，Meltdown tiebreaker 2胜，然后 Team Efficiency tiebreaker 1胜。Dark Wolves 一胜一败 ，Tiebreaker 一胜一败 ，Twist Tiebreaker 一败，然后 Go Best Tiebreaker 一败。对啊，我目前看到的是6场。怎么算13呢、啊？12还是13？我算错了。12应该是12。12那就是6场了。对，就是6场。真的好多哦。对，很多哎、欸，但是 Tiebreaker 很多。那因为转播的时候，有一些不是在转播的时候打的，所以就没看到。啊，那我记得我转播就已经转了3场还是4场了吧？嗯，就是打最久的那一种。对呀、啊。那在待会的话，当然、啊、还没进到 tiebreaker 啦，就是两边必须要站成一个1-1平手。那相当地图就会比较匪夷所思，就是到底是哪一张地图？因为昨天是第一次看到在正赛里面打 cliff 这张地图，因为我估计应该是雅虎的战队不太喜欢打 cliff， 都把他给 ban 掉了。那昨天第一次打是那个 Meltdown 打 Dark Wolves， 他们两队就没有把这个 Cave 给 ban。因为其实我们在看欧洲跟俄罗斯的比赛的时候，其实他们还蛮喜欢打 Cave 这张地图，因为他的节奏很快，然后配车也通常都会是巴恰比较多的这种配车。嗯，然后在观赏性来说，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张地图，因为有些时候会直接证明一波，或者是在很多这种远处的狙击，可以看到选手很精彩的表现哦。嗯。对呀、啊，其实我对这张地图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应该算是上一个赛年的世界大赛最后一场冠军之时。对对，那台哦，这真的就是原本要赢的比赛，就最后那台车卡在那个对，卡在那个石头上。后面的版本改动，就你卡住之后，你可以摆动车身，你车子就会出来了。嗯，也是有在物理引擎上面帮了一些忙啦，只是。错失一个世界冠军，对，真的有点可惜哦，蛮可惜的。那场真的是蛮好玩，大家都永远记得 Cave 那张地图。我那天转播的时候还在讲，就是还开玩笑的讲，
耐克石头后来已经改成那个世界大赛冠军奖杯的样子。没有，我乱讲的，其实没有啦，只是大家会记得这件事情，相当深刻。了解，没有。如果我是另外一家游戏公司的话，我可能就在上面有没有刻那个什么东西啊？什么？哎，那台是哪一台啊？最后什么什么到此一游吗？哎，对，或者说那台我不太确定哎，应该是巴恰吧？哦，有巴恰葬于此，有没有那种感觉？对，原来是这样子。我世界冠军葬于此，有没有直接刻把它刻在上面，然后就让大家去爬山啊，然后去看这样子。好的，那我们第四张地图将会是 Pokrovka 两边战争3-3平手。对，在配色上面 ，Prophet 现在是两台的015，一台 RU25，一台 215B， 一台 STB1， 一台 Object 140，一台5051。那对方的配车呢是两台113，四台的巴恰，一台 RU251。这边T-Profit 好像真的很爱出一台的5051哦。对，那对面这一边 GoBase 好像这一场是有点凶啊，带两台113可以冲牌，然后再带着四台的这个巴恰，没错，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可以放回一搏来打一个进攻哦，就是应该会是进攻方啦，我猜测。了解，对。但最近的这个 Pokora 比赛啊，很少看到两边是冲同一边，就是节奏比较快的比赛，很少看到。我记得以前常常看到，譬如说两边可能各带一台什么，那是很久以前了，什么两台那个 T32 有没有？然后就在那个零线那边卖头啊，然后呢卖一卖之后，后面的车就开始往里面冲，然后就打混战这样子。对，就是等 T32 到了，然后先一时交火的两波，然后其实就是两边都还在等说，说要冲了吗？要冲了吗？准备好了，可以冲了吗？对，真是怀念那个时候，就是打八阶车的时候。我觉得八阶跟十阶的这个比赛哦，就是各自有各自好看的地方。当然，八阶的这个节奏真的是比较慢啦，因为为什么比较慢？是因为你被打两颗之后，可能就无法挽回了，啊，但这就被激活了。但十阶车被打两颗，哎，还好，就算掉一台，还有看过掉一台之后先掉一台，然后最后还赢下比赛的这种比赛，真的现在其实蛮常看到的，哦。了解，的确。不过十阶车也有个缺点，就是比较难练啊。我的意思说，因为大家自己个人账号比较少，所以说真的要练上去的话，是稍微就是有些限制这样子。好，那我们比赛是开始了，我们看一下红色的这个是防守方，那是我们的 Prophet， 目前好像是要往铁轨的右侧这边是进行移动。那蓝色的进攻方呢，则是在下面啊，看看到时候战术是要怎么样去配合。OK， 这边终于是应该可以在铁轨的东面可以遇到彼此，尤其两边应该都会抢山。那红方这一边的 Team Perfect 应该是上不了山哦，只能在斜坡这个位置。所以你看他的这个两台113，他是靠着没有靠着铁轨，反而是靠着山这个位置，然后防止这边 Hippo 上来看到对方的车辆被 poke 了一颗。还可以接受，但对方这边是有四台的巴恰上山了。对，哎呦，这个青坦是已经被打掉了，我直接掉了吗？对，红色青坦好像直接没了，那，应该自己摔死了，那也太悲惨了。他可能下河的时候自己摔死了吧？有可能哦。嗯，我也没注意到哎，欸，什么时候死了？对，我刚刚也才发现，哎，奇怪，为什么血量怎么少一台？对呀，啊，对，太奇怪了。零五这边被13跟身上稍微打了一下，这个地方露头不是很好啊。嗯，因为对身上来说就是一个高打低。是，我们看到蓝色这边也是有点凶狠哦，直接压到对方的一 Object 140这边，巴恰直接过去收了。嗯，哇，在140这个有点惨。嗯，因为他被两台巴恰包夹。因为他自己分兵嘛，没办法，这边把架直接上来硬上啊！听说你是 OBD 140是吧？我一人找半个弹夹，哇，直接很落河。来看一下，可不可以看到那个 RU51 的残骸在这附近？我没看到，没有哎，欸，没有，他不在这，我以为他是在这。嗯，不知道死到哪去了，真的是不知道死到哪，不知道死到哪去了，真的是不知道死到哪去，这句话是完全没错。对啊。这边哇，两边的015这边要过来帮助自己的中坦，但是这个位置好像不是很好。对，交火，直接对上两台113啊。
Tina 好像把自己队友的位置稍微卡了一下，要不要换个位啊？两边都是半血。对，后面也是各自打各的战场，两台巴恰在跟 STB1、啊。巴恰弹药不够，被 STB1 给带走。是，我 STB1 也被另外一台巴恰给带走。嗯，山上的巴恰是可以耐心的做狙击，但是这时候应该他是开始所有的巴恰都在进行雷肉了。嗯，怎么一来一回？哎，怎么蓝色的 Go Base 好像赢了、啊？对，这个交换交火的比例真的是。哎，有点奇怪，怎么一下子就全部换掉了这样？对，通常放这种情形就是巴恰出来了，有弹出来就这样翻这种情形了。然后又过来去转一下对方的炮塔，哎呦，被断了，好像被断了，哇，这是背后甩尾，直接一个巴恰撞过来。哦，最后这个残血，对，直接给他撞死。对，这边恭喜 GoBase 是拿下比赛胜利，目前是哇，终于翻盘过来了，4-3的领先哦。对，刚也等一下有那个，我来开一下，等一下如果精彩镜头，他应该会给我们看一下那251是怎么摔死的。对啊，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对，应该是摔死的啊，我觉得应该是摔死的，因为看到有人开火啊。不知道，我们待会看一下，仔细看一下那个精彩镜头。对，然后带到。瞬间带过来，当然是因为巴恰的这个弹药，尤其是山上这一轮有 reload 完。那对于 Team Puffy 来说，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运气不好了，就他自己已经先分兵了。他本来是想要先多控制一些地图，然后正面走比较快的一个速度，照 EF 中线去控制地图的一个版图。但是因为你自己分兵嘛，对，那 Puffy 这边就是有总共三个，我们说平交道啦，或者是隘口啦，就是北中南各一个。那这个地方对于东西向来说是很重要，但一旦是你自己分兵的话，你自己要过这个隘口的时候，会付出代价就蛮高的。对，没有错。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身上两台巴恰直接冲下来，然后把那台应该是5151是不是直接把它输掉？哎、我们看2151啊，果然是被摔死的。他怎么会走到那边啊？对，这个。突然踩空有没有？然后翻了一圈，直接，哇，直接翻了一圈就死了。知道他是摔死的，因为不太正常啊。这边很重要，就是两台13跟015，这时间点好像数量上就已经慢慢被搬过来了。因为大机影在那边是有缴掉弹药，把 SD 标给换掉。那当然，这正前方的015除了13在打之外，山上的巴恰好像也是有帮忙的。对，山上都有。的确有一台巴恰，一台两台巴恰在那边做狙击，应该是帮了很大的嘛。这个巴恰最后虽然说他自己是很轻啊，不过对，还是看着这个血量还是可以硬撞，直接撞掉。反正他那时候没弹嘛，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比分的领先，所以可以稍微玩一下，救到自己的队友还不错，有情有义。对呀、这场真的就是那台 RU251 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这可能就真的是雷啊，真的是雷到队友了，自己直接摔。因为我看到251是开场的时候是往东边走，就是它的配置是两台的015在往正面走 ，EF 中线走，然后其他的中弹跟轻弹都是来到铁轨的东边。那 RU251 会摔死的地方就只有一个，就是合理。对啊。希望不要是什么履带故障之类的，才摔下去的，那就蛮惨的，就很惨的，像什么国军一样，对，这有点惨。对，那个买零件记得要买好货、哦，真的也是要买奇怪的零件，蛮遗憾的啦那件事情。对啊，真的是蛮遗憾的。好，这边看到伤害输出表，巴恰打的伤害都蛮多的。015因为是要过来帮忙哦。那Jadis 的这个 OBD 140也是只打了一发就随即倒下，对，就是被凌虐，被两台巴恰凌虐的 OBD 140，是没有错。那这个 GoBest 真的也是意志力很坚强哦。这个等于是让几啊？让三追四啊？让三追四，好像是哎、他本来是3-0的。好像是哦，前面几张地图打得不好，然后后面直接连赢呐、啊，那么再下一层让三追五，这也是很少见啊。是，
对，特别是那个 Ghost Town 那两场，我觉得真的是打得蛮不错的，一口气把整个气势给打回来。对，然后 Team Profit 这一边，他的这个近距离交战真的需要多加练习哦，还有几个这个阵型上面的一个调动可能不是那么好，就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一些小缺点。不过今天 GoBase 状况还不错，慢慢的有把分数给。就是慢慢追赶上来，那如果能够拿下这一场的话，那哇，那就会变成是三队的这个韩国队在这个好像是七八九名吧，好像是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当然后面的几个当然 Run 啊 Tita 也是要好好加油，还是可以追上，因为才到一半而已啊。没有错，是还有机会哦。对，我注意到那个英文台的那个赛评，那手势好多啊，不知道干嘛，那个 Tita 也他可能我刚有看到，他是不是在解释那个？解释他怎么下去的，怎么翻下去的，不知道哎。对啊，他手势一直很多，我看他前面几场也是在那边叠手，对吧？他可能在要比什么查克拉，有没有叠什么奇怪的印啊？好，这是4-3，最后一场普格罗夫卡，地图来到一样是普格罗夫卡，对，然后看一下两边是变成是 GoBase 在防守 ，Team Profit 进攻，GoBase 这边的车辆是一台 215B， 三台的八恰，一台 STD1， 一台 505V， 一台洛林5051551哦。那 Profit 这边的话是选择两台的 215B， 一台 RU251， 一台 015， 一台八恰，然后两台 505V。嗯。防守方出炮车，然后对方是 215B 这种阵型，我想一下。嗯，不知道呢，这张地图用炮车，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意思啊。嗯，因为它是防守方，那应该是它开场的时候都会到东面吧。嗯，炮车放在那个岛上，或者是甚至在山下都有可能。那他们最重要的重点是要把山给抢下来。是，就如果两边都是在东面有做进攻的话，那当然炮车这边的话，就是你到东面之后，你二号点位就可以让炮车去做预塞。啊，原来如此。然后，更甚有一些人哦，就是心机很重的人，他会派这种那个轻型战车，但因为他自己带炮车，他没有轻型战车。嗯，他会在这个野营大道这边等对方过来。啊，了解。有些人会这样。嗯哼，好的，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说，蓝色的这是我们的这个GoBase， 那也是往右边走；红色的话是我们的 Team Profit。啊，也是直接从中间的这个隘口地方啊，是手往城镇的地方跑，然后村庄里、欸、小心，对，这边是全部都被亮了，很滑，不要摔下去了，对，千万不要再摔下去了。好，没事，我猜知道对方意图哦，这边 Team Profit 知道对方应该来到东面，炮车还没到点呢，对，看他们会不会想要在这个时候进行一点狙击啊。我听 Puffy 应该是不想跟你打这种远距离交战，对，近距离直接冲了上来，是刚没有玩到游戏的 RU51 上山之后就被抵耐回去了，没有错，哦，他是走河道啊，没看到，哎，好像是哦，对对，他好像是走河道的样子，哦，他要去亮那个往山上爬的那些啊，对，哇，这集火，哦哟，这个集火的好啊。咻咻咻，这个位置对于中台来说有点难打，这边直接被带走啦！哇，这有点惨啊！啊，这个河道这一招不错。对，我们看到这类似 RU 二五一就占了大功，对吧？嗯。这边山上的巴恰继续要往山顶上走，对，站到他们原地计划。不过这边好像是有炸了一颗 FV 二五 B， 这边巴恰再随机收下来。是。哦呦，那个5051位置很危险哦。嗯嗯，这个可能要被集火。哇，这个打得有点痛。哇，走不掉了，这台5051。对，这5051是直接被收掉了。也没有其他的车辆给予他帮忙哦。这边被收掉之后，看一下炮车是要开炮了吗？哦，好像是，它是有弹的哦。觉得对 ，UE 好像中了一颗，好像是 UE 哦。嗯，对对，好像是，可能是 UE， 我也不知道。他没切回去啊，对对对，现在没有那个没有炮弹追踪模式，那也蛮可惜。对，之前都是用分割画面去猜测，但是分割画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不知道他精确到底丢哪里。
对对。然后这个 OB 让我看 ，OB 让我看炮车 reload 干嘛？哦，这边正面已经打起来，都已经打完了。哎，炮车这边也没有目标。看山上的八下稍微亮一下，让炮车丢。对呀、啊，要不然这个血量近距离交战还是蛮危险，因为对方都是重弹。没有错 ，RU25 想要从这个西边，稍微亮一点东西，但是他好像亮到那台，哎，那北边那台是什么东西、啊？哇，这个，哇，这个，直接是被打掉了。北边的吗？哦，那台重弹5051打的，我以为是炮车。那台5051打，嗯。山上的巴恰在这个位置可以，大家有玩野团有在山上占领过，你就知道，这整个小城镇区都你的了。对啊，然后有一些躲在房子里面，你就如果你是单发车，你就把房子也拆了。对啊，觉得很爽，没有错，凌虐山下的人。这一边我零五一来到近距离，把零一五给点出来，是第一发没穿，自己也是受了很重伤害啊。第二发有。再来应该是稍微躲一下，让炮车丢嘛。哦，他要躲掩体啊，不是往后退。炮车打中了，对，终于中了。其实他刚刚往前顶到房子后面，他就不会被后面的八下打。哎，对呀、啊，但是往后退反而让对方很好穿。是，因为你就算躲在房子后面，他就算会穿，这距离很远，他的这个效益会变低。另外一方面是对于巴恰来说，你要真的要穿过房子去击中对方，这个风险太高了。对啊，毕竟是一弹夹车啊。对，好，这边是一个六打五，六打三的一个局面。是防守方应该是稳稳的，没有错。哇，这样这场再拿下来，真的是真的就是让三追五。哎，真的呀。有人说游戏没声，因为这个现场的 KMP 传回来是有杂讯的、哦，然后就把它给只能先暂时让大家看默剧，之后我们主播才变声音。啊，这边这个 Team Puffy 血量已经掉到差了1100滴，而且自己都是一个中型战车为主的一个车辆、哦，所以他比较没有办法去做进攻，那顶多真的是这时间点只能去压一点。对。逼死对方回来，看能不能赚到一些东西啊！哎、奇怪，他那个满血的巴恰在哪里？满血巴恰在南面吗？在南边。对，因为我的那个画面呢、啊，那个地图最下面好像被切了一半下去。哦、OK， 啊 ，UOV 这边被打，直接被带走。对，被5051定位出来之后，就是几乎没得逃，因为他短装填只要 1.6 吧。啊，非常快。嗯哼哼。好了，那现在又可以看到这次 Go Bass 又是稳稳打了，对吧？嗯，基本上对方不占一点，不用管他，因为对方还有一台八恰嘛，满血的八恰很危险的。嗯嗯，的确哦，而且自己的这几台车里面，其中有一台是炮车。哦，对，还有一台是炮车。哎，四滴血。不无小补，砸下来四滴血，对、啊，我们断腿啊？不知道，有可能暴风打到然后断腿这样。嗯，好、啊，那红色的进攻方就剩这两台喽，真的已经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做，完全没辙。对啊，他们现在是分两边，也不知道是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呦，开始汇合了，开始汇合了。就是说，这意思就是说，看对方会不会冲过来打，然后一南一北的，有赚到东西就赚东西。对啊，不过看来这场，我们这个对战看下来啊、哦，这个对方要冲动的机会还蛮少的。我们看到这场他打的真的很保守啊，我是说 Go Best 这边。对，因为他虽然说血量上有绝对优势，但是因为是八恰嘛，还有5051，这乱冲是不太对的。对啊，而且他们之前前面几场也都是啊，就是占据优势之后，防守方他们就归着不动了。嗯，其实蛮合理的、啊。对啊，对啊，其实也是蛮合理的。好，那我们看到这边是不是要准备要进去站点了呢？哎，果然还是要进去站点了。其实那一开始 RU51 标在中间那边，就
就是一些盲射啦，想要试图的打穿113啊，或者试图打穿 SDD1 啊，嗯哼，他直接绕过去站点，可能就会来的再有悬念一点。嗯 哼，现在的话，要赢是有点难啊。的确哦，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是这是，哦呦呦，这个炮车要射过来了，炮车要盲射了吗？呜呜呜，在旁边，对，差一点点，一点哦，哦，被亮了，被亮了，应该是被亮了，好，但是炮车开过，直接上来 ，SDB1 做了一把 reset， 稳稳的，没有错，不用管他了。那个位置时间要两分钟啊，你站不完的。对啊 ，SDB1 那个位置其实也是相当好啊，就俯角刚刚好可以漏个炮塔出来。对，时间快到的时候再过来做 reset 就可以了。对，没有错、哦。这边被断腿，然后被 reset 到。对，看来这个是啊，炮车有中哦。哦，这个八下看来是要可能可以把这个5051给收掉。嗯、好，收掉，收掉了。可怕的是他打5051还没有亮，这草真的是 OP。对啊，不过基本上大家也都知道他在哪里了，对不对？一群人围上来直接围来围殴了。时间剩一分钟，直接过来围殴了。我们清查一下炎灵大道啊，被亮了出来之后他没弹了、啊，打我们上他没弹。好，那这边也是顺利的，是可以把对方给收掉了。哇，那这场真的就是，我们真的就不用打这次的这个加赛了，不用打台北哥了。对啊，感谢 GoBase 这边是。让三追五啊，也是蛮神奇的。本来以为真的是要打台北克，不过还有最后一张地图是 Bogrovka， 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也有可能是这样子啊。本来以为要赢了，就这个士气被打回来之后，有点涣散哦。就是Bogrovka前一张地图这个 RU 五一摔了一跤、嗯，然后后面搞不好在吵架，都是你在雷。真的，真的，真的。然后后面这一场的话，其实。真的 GoBase 打得不错，然后把山上这一边都给拿下来，虽然说有损了一点血，但是把整个这个地图都已经控制下来之后，然后把对方的这个车辆给血量交换的还不错，对，就是拿下比赛胜利哦，恭喜 GoBase 在这边是5-3，对，5-3赢了 Team Puppy Gear， 对，没有错。那真的是其实我觉得第二场他那个原本摔车的那台251，其实我觉得他走河道也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对，河道这边的 counter 这个中坦会上去的一个位置，嗯，是相当有计划性的。而且我刚刚开场的时候有讲说，这台113一开始开场的时候走的一个位置就是为了避子，就是防止山上这边的一个狙击哦。这边可以看到精彩 replay 是5051把FD215B 给收掉之后，再慢慢的收网啊。嗯哼，没有错，这场真的是打得相当精彩。好，那我们这边第二场赛事已经转播完成哦。那这个 Cobase 是从目前成绩比较好的这个底部，拿下了3点的一个积分，是恭喜他们。是在这个韩国内战里面再次的展现了这个韩国一个风采，没有错，士气还要好好加油，希望他可以好好的重振自己的一个士气跟自己的一个状态啊。对，我们第三场比赛将会是 Meltdown 打这个 Team Events， 就是目前韩国队伍成绩最好的 Meltdown， 然后对上近况很好的 Team Events， 是。这场应该也是相当精彩可及啊！我们刚刚也看到这个刚刚这个赛后的这个数据啊，我们那台215B 真的是打了相当多发，好像打了31发，是不是？嗯，炮车我好像有看到是打了2000多滴血的一个伤害啊。嗯，对啊，其实炮车如果运用的好，其实也是会有相当具有影响力的。对，刚刚其实打蛮多颗的、哦，炮车打蛮多颗，然后他们整体的一个策略也都有运用出来，在岛上这一边也是做出了蛮多巨型伤害，然后队形，我觉得主要是队形啦、啊。一旦你把这个队形拉得比较纵深比较深，那对于炮车来说，它能够发挥空间比较久，因为对于比赛来说七打七嘛，你不太可能一开始就冲到底线，
那这个纵深拉的比较深的话，就是开光，然后可以让炮车发挥空间。那因为在炮车 nerf 之后，每一颗弹药的这个间隙是来比较短一点的，比较长一点的，所以你需要在选择炮车的同时，你要让自己的战线是拉的比较长，你才有办法让它有很好的一个展现。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下一场比赛是 Meltdown 打 Team Efficiency， 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就会回来。